一下你的车子，替我开去撩一个妹子，不想再过单身日子。不要说兄弟不够义气，也不要说兄弟我小气，问我借车这一种事情，真的不能帮你兄弟。我说我们这么多年兄弟，问你借车还要磨磨唧唧，知道你现在比我更出息，但是你的人品不行，不管怎样都不能借给你，不怕一万我是就怕万一，如果你真的着急用车子，可以借一辆小的给你。真的吗？小的也行了啊，只是小的也行，只要有几个轮子就行了啊。好的好的啊，那你现在开过来吧。行，那你等一下我啊，我等一下开给你，好吧？好的。哎，要不要？这辆小的啊，也可以撩妹子的，也有几个轮子。虽然说几个轮子，但是，算了，不说了啊，不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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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